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请你尽量保持顺畅的呼吸，不要憋气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调整身体的状况，我们可以调整动作的大小、速度的快或是慢。当你觉得今天比较疲劳、比较累的时候，也可以做替代的动作。我们温柔地对待自己的身体，跟我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背部的肌力训练，那我们会利用瑜伽的动作来伸展我们的背以及柔软背的筋骨，所以会做一些有一点点像下腰的动作。那在练习的时候要帮我留意，不管你的身体弯得有多低，该摆正的位置，比如说你的肩膀、你的脖子，还是要摆在正确的位置上，正确的练习才会有效果哦。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吧，让身体来到四足跪姿，手掌心撑着地板，吸口气，我们打开胸口，吐气圆背，腹部收，胸口收，下巴收进来。我们再做几个，吸气延展，吐气拱背。那因为今天会做骆驼式的练习哦，它会用到很多我们的腰、我们的背，所以在一开始呢，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把我们的脊椎活动一下。相同的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动作来检查、检视一下今天的身体状况。如果你发现你今天的下背已经有一点点紧绷的话，那待会练习的时候，动作先做小一点点。觉得身体准备好了，我们再放大就好。一样的身体，我们要加上手咯，让右手慢慢延展，打开胸口，手向前伸，弯曲进来，拱背吐气。相反边，左手回到中间吐气。再一个，往前延展，中间吐气。最后一趟向前拉回来，接着我们带上脚，左脚向后，一样头抬脚抬，膝盖弯曲，额头靠近膝盖，吸气延展，吐气向内卷。再一趟，左脚轻轻的放回来，右脚向后，往内收，吐气，吸气往外，吐气内收，吸气向外，最后两趟。最后一个，把膝盖轻轻的放回来，接着借我你的左手向上提高，我们往右边穿过来，让右手稍微弯曲，左手悬空就好。我们来回做几个，往上提，再往下穿，向上，再向下，最后两趟。让左手轻轻地放回地板，相反边，右手往上提高，吐气往你的左边穿过来，记得给你的身体多一点点的空间，向上，再向下，往上提，再往下，最后两个，往上，右肩膀尽量靠近你的左手掌，向上，向下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，臀部稍微向后，双手往前伸展。我们在这里让身体轻轻的左右摇一摇，晃一晃。那我们做下腰的动作，除了我们的脊椎要够柔软之外呢，我们的肚子也要帮忙，臀部也要帮忙。所以我们利用棒式的动作来启动一下身体的核心，重心向前送。手肘轻轻地找到地板，双手扣住，两只脚向后，脚跟向后推，臀部收，腹部卷进来，身体来到直线的位置，
下巴微收，头顶向前延展。在这里，如果你觉得很吃力的话，膝盖可以轻轻的放下来，但是身体的重心不改变哦。我们停留，感觉一下你的下背。当你的背要用力的时候，你的臀部要帮忙往内收紧。很好，吐一口气，膝盖轻轻的放下来，臀部向后，双手打开来，我们往前伸展。吐气往后，我们来回做几个。往前送的时候，让你的髋关节尽量向下，靠近地板。向后吐气，臀部靠近脚跟，吸气向前，吐气向后，最后两个前后前后。接着我们让身体慢慢的跪起来，将两只手先找到你的大腿，将身体往上，手臂往上提高，肩膀放下来，臀部收紧，下腹部往前送，胸口打开来，身体微微的向后，在这里脖子就不动了，让两只手往后去靠近我们的脚，你可能会找到大腿的后侧，或是小腿的后侧，或者是我们的脚跟都可以。那要记得两边的身体要摆在同一个位置上，所以不能斜斜的一边，尽量是在中间，所以可以小一点点，没有问题。臀部要帮忙收得紧紧的。我们再一个吸气，吐气，手臂从后面盖回来，臀部往后坐，靠近脚后跟，伸展，放松一下我们的背部。我们再试一个，双手走回来，身体跪起来，高跪姿。这一次我们是单手的，看看。手臂往上，肩膀放，臀部收，身体微微向后，先将你的左手往后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呢轻轻的左右捞一捞，看它可以找到哪里，或者你可以先摸到大腿的后侧，感觉一下身体还能不能够再向下，还可以的话再往下一点点，那别忘了右边的肩膀要摆正，回到中间来。再一个吸气，吐气，双手回来，一样婴儿式，放松你的背部，吐一口气，向反边咯，身体往上，手臂往上，臀部收，稳定我们的下盘，重心向前，身体慢慢向后，右手往后，所以在动手的时候呢，头都不要跟着转，因为一转身，身体就有可能会歪掉。我们先摆正了，再往下就好。左边的肩膀记得收回来一点点。深呼吸，回到中间来。双手向前，背向后，放松一下。一样轻轻的左右摇一摇，晃一晃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脖子也可以左右动一动。我们试着把刚才的动作串联在一起吧，双手扣在前面，两只脚向后，我们来到棒式，臀部收，腹部收紧，维持你的呼吸，启动你的肚子，还有你的屁股，膝盖轻轻落下，臀部向后，往前送，髋关节向下，吐气往后，向前，肩膀记得放下来，胸口打开来，再一个，往前，往后，让身体回到高跪姿，两只手走回来，背往上提高，臀部收，双手往上，重心向前送，两只手往后摆。如果你想要给身体多一点支撑的话，你可以让手握拳，让手架在我们的下背，给你的背部多一点点支撑的力量。记得手肘要帮我夹进来，胸口要打开来哟。回到中间，吐气，双手掌心撑地板，我们做一个拱背，延展向外，
气拱背，吸气延展，臀部再往后靠近脚后跟。需要伸展手臂的话，手掌心可以朝上，手握拳再打开来，手指头活动一下。最后我们把刚才紧绷的背部做一点点的伸展，将两只脚的位置调整一下，双脚帮我收窄一点点，臀部请你先向左边移动，两只手来到右边，让你的左手尽量向前伸，把左边的背、左边的腰、左边的屁股整个侧面都稍微伸展，你会感觉到这里有一点点紧绷，我们可以停留在这里做一个深呼吸，再吐气。相反另外一边咯，屁股向右，双手往左斜前方伸展，右手尽量伸直，你的左手可以放在旁边撑着地板，或者是你要放在背后，做一点点小小的按摩，轻轻的推一推也可以。右边的肩胛骨尽量向下，靠近地板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回到中间，轻松的坐姿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都行。将我们的右手伸直，掌心朝后，左手架着背往上提高，轻轻的向你的左边转过来，慢慢回到中间，抱住自己，往上提高，打开吐气。相反边，左手伸直，背向上，再向右，回到中间，往上提，打开来，将右脚留在前面，我们把左脚向旁边打开来，臀部保持坐在地板上，左手向前伸直，右手往旁边伸展，你的臀部尽量向下坐，如果发现屁股会翘起来的话，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帮忙，一样我们伸展一下侧面的身体，把刚刚可能用到的腰背都活动一下，回到中间，相反边，左脚弯，右脚伸直，屁股先坐好了，身体再往旁边去，手臂延展，左边的屁股尽量往下，回到中间来，双脚也收回来，两只手向前推，吐一口气，背向后，吸气，手回到胸口，微微抬头，吐气，背往后，手拉回来，吸气，吐气往后，中间吸气，最后一趟，向前推，向后夹紧，两只手请你扣在前方，轻轻的左右动一动。如果你发现有哪一个角度特别的酸，特别的紧，也可以停留。将双手慢慢的回到中间来，背往上提高，吸气咯。打开双手，吐气放下来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每一个动作它都需要时间的累积，不管是筋骨的柔软，或者是力量的呈现都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有哪一个部位比较缺乏训练，比较弱的话，我们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拨给他，让他做多一点点的练习，相信就会进步的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